今天真是运气爆棚，一天挣了1300块钱。今天就跟着我老爸一块儿，足不出户挣他个1000块钱，好不好？跟你爸真好挣哦。怎么这么好事情也不喊我呢？那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了，要干的活还挺多的呢。这是干嘛？扫地是吧？对。干这能挣1000块钱？可以呀、啊。那省了不就挣了吗？另外，小王一会儿把工资打到我卡上了。拜托，四个人挣1000，你一个人就想独吞吗？那一人250啊！老妈，我把我那份给你，你一个人挣500。老妈，我那份也给你，你一个人当3个250。替你的。你还别说，现在随便叫一个小工都要200多，1300。啊，果然咱们啥都不管，也不知道现在多少寒暑假。我还1200都不是很好挣的吗？一会儿干完了，老爸给咱把工资一结啊！一个个哦，见钱眼开，那钱那是我自己印的。不要说话了，赶紧干活吧！开个玩笑嘛，走，干活去。今天给我们楼顶4楼搞一个地平漆，这要做2次。你这回交接，先把这块先刷完，刷完就干了，把这东西拿过去。那咱们这不专业的施工队能不能省钱啊？感觉有点省不起来啊，后面会不会就是要再返工一下？那咱们就试嘛，试嘛，咱们给人家避避坑呗，踩踩坑。从这里哈，好，往那边刷。哎呦，还是老妈厉害。挖这个罐子可真费劲。黑的，不是黑的，灰的。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粉明枪。就这样子，先这薄薄的先刷。我懂，刷子要多搞几个，想玩的人都没得玩。没事，你来玩一会。我这刷的可以吗？只要刷够都可以。咱们真的太钱了呢，所以说个啥子？闽南的媳妇儿好啊。你再怎么快，拿不到工钱。这项目的这一半就快完成了。你们是不是要睡孩子了？时间到了。我睡觉吗？都来不及洗澡。咱们这么脏兮兮的去，会不会给甜甜丢面子啊？没事，谁认识你啊？走吧，去抽奖。这一次性交了下学期的学费，然后可以抽自奖。200，100啊！抽中了300块钱。你抽的300块钱不是给现金啊？不是，他还说后面可以抵兴趣班吧。我又挣了300块钱。哪来这么好挣？外面挣的，我今天真是运气爆棚，一天挣了1300块钱。这是学校抽奖的吗？是啊。学校还有这种，我咋没看到？还有这种福利、啊、在里面。你听他跟你胡说呢，又不是现金，是兴趣班抵用券。啊，明年报兴趣班、啊。我就说这个就不像是300块钱的呀。妈妈不要胡说八道。那这300也是钱，明年你要上兴趣班给你抵掉。哎呀，快5点了，说话吧。妈，阿弥陀吃啥米？我们要吃什么？刚好讲的鸡的哈，我那样怕他们，阿拉姐五百公安干部，好。你看奶奶对肉丝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不像这个家伙，唯肉是图啊。哎呀，命真苦是吧？我这个人呢、啊，活也能干，吃也能吃。快长胖了，不要吃撑了，不要吃撑了，他不是吃撑会胖长胖的。他今年吃的还，我都给你削一小块一小块，但是你可能咬得动啊。你再试一下，能咬得动。我大手咬不动。那这谁给你削的啊？姐姐。姐姐，我爱你。爱我吗？有事的他就爱你。这甜甜的嘴啊，骗人的。吃甘蔗吗？吃啊。谁呀？林姐。两
你看到你在等。米饭还有两碗没呢。快吃吧。啊，这好香啊。好香啊。